真知影即马苹果偌贵哦。加一点，我唔知影加偌付偌济。我们自己独立乐团要先做好守时啊。哦。对嘛。不对啊。我们也只准准备七首。不可能啊，他不会打。不然你会打吗？你会打什么？在闷热的城市，我发现我不来。每个人都带着。好，跟你讲吧，聊个天好了，反正八分钟嘛。因为真的是最后一首歌，我跟你讲，我们真的很久没有表演，真的很想念站在台上的感觉，对不对，杰森？应该还好吧？今天下午才刚结束一个很快速的一个朋克之旅。等，超速之拳。我看到有人穿那个啊，不错不错不错，好看。西洋武士的也不错。那个手环跟那个指环拿出来，拿出来，好，拿出来看一下。这个家伙是我的学生啊，哦，有没有听到？上课的时候这一下就打在你身上，还被雷劈，要小心的。正大的啊，小心一点。好，那个，我不知道哦，什么时候还会再有不一样的出现呢？就是，所以现在都很珍惜舞台的经验，这样，我们会好好把握现在。然后希望大家在今年，因为今年还是不一定还会不会有表演，可是一定会很少，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忘记我们，我们有脸书，我们也要经营粉丝专页 ，Instagram 也是有。在场应该十分之十一应该都会有 Instagram。不知道这有什么值得欢呼加拍手吗？不要说过他们，我现在在酝酿，那个 level 慢慢升级。对，然后那个爱心啊，就是可以点，点完之后就是哎，看，西洋武士有出 T 恤，也有周边，就可以写信来给我们，想买，就是欲速则不达是这个意思吗？假定弄花花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反正我不会变的，我这个人就是成语就拿来乱讲。2017继续乱来，这样让大家可以喜欢西洋武士到下一站。我们会继续努力创作，然后今天在嘉义真的很开心。不然这样，反正一月嘛，反正我一看我们就再来唱好了。我问他，不管了，你要给我来，我跟你讲。下一次出现可能就是我一看。耶！大港现在。哎。那种舞台不是说去就可以去的，不可以乱讲话。就是有些，就是我们默默去欣赏这样。再加一就讲威卡哇。好了，因为我跟你讲，加一为什么我们特别喜欢来？我们几乎每次那个加一的邀约，我们都没有拒绝过，因为我们每次在加一啊，都有得到那种感动。你知道什么是感动吗？就是我们也不是什么很崇高的人啊，我们在后台感动讲销售没？我有两斤量之类的，我们就是那么的单纯，就是个性比较直接这样。因为嘉义真的很爽，你们不觉得吗？对。对。怀疑自己。对。所以嘉义已经有 live house， 所以之后如果有活动一定要常来，就是因为这个地方一定要有人吵。
才会有继续有不一样的发展，真的，这样我们才有机会再来。然后谢谢嘉义，谢谢日出，谢谢日出，还有谢谢日出的邀请，然后谢谢老陶组这个空间，真的很爽。接下来最后一首歌，再恭喜啊，谢谢大家。